Hello，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啦。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，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，然后它是我们的这个来自于美国的一个 Mad Matters，它是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的一款非常帅气的智能陶土。为什么叫它叫智能陶土呢？它因为它是一个智能粘土和我们的软陶陶土进行一个混合，手感非常非常的棒。那就不用我多说啦，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。在这里面的话呢，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款绿色的。那相信之前订阅过我们的小朋友，这个频道的小朋友，或者是之前呢看过我们视频的小朋友的话呢，都应该对它不会太陌生。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一款蓝色的，还有一款西瓜红，非常非常漂亮的两款这个粘土。它的手感的话呢，不像这个普通的智能粘土只能够给它进行一个拉丝，而是介于我们动力砂、智能粘土、培乐多粘土以及我们的这个魔法粘土三种、四种粘土相互结合的一个结合体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它呢？我们这边这个绿色，我觉得看了会让我心情非常的这个，非常的轻松，也非常的好。我觉得绿色玩多了的话呢，会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会非常的有益，尤其对我们小朋友的眼睛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够更加的保护我们小朋友的眼睛啦。非常非常的棒，我们可以把它拉伸，进行一个稍微的拉伸。然后进行一个混合，然后中间非常非常的软，它还可以，我们还可以把它稍微的进行一个拉开来一下，中间非常非常的柔软，感觉有点像我们的棉花糖，可以看到，真的非常的软。当我把我们的手呢放上去的时候，它的这种柔柔软软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还可以把它拉开来。我自己呢在玩的时候是非常喜欢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？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千万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的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更新。如果你有订阅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每周最新最新最足的视频啦。然后也千万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加上的赞。在视频的下方呢，给我们留言，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，告诉我们你们所喜欢的玩具，告诉我们你们所喜欢的这个视频啊、游戏啊等等等等，那就会根据你的愿望再来做我们下期的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